这是阴道黄体素的凝胶，它就是把这个圆头拔掉就可以塞到阴道。好处就是方便，但是坏处是有时候少数人会引起阴道发炎，而且有一些阴道残渣会残留。它在血液中测得的浓度不高，可是它在子宫里面的扩张性跟作用在子宫作用是比例最高的，这叫做快运浓阴道的黄体素凝胶，把比较细的这一端插入阴道，